主驾你好，空调小温姐度，姐你好漂亮哦。空调温度调到23度，风力调到2档。没问题。打开座椅按摩，按摩。开了哦。我好热，搞定。打开座椅加热。好嘞。杭州今天天气怎么样？杭州今天阵雨转多云，23度至29度，比昨天凉爽一些。导航到浙江大学。搞定，我们去第几个呢？第一个。收到。开始导航，没问题。我想听蓝牙音乐，没问题。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，可惜早已远去，消失在人海。System checked OK. Proceed to test. 100 kilometers. 100 kilometers.
才看得清，悲伤痛担心能不能够继续爱我，我用你牵紧没温度的双手，别人只红灯的水墨的角度间。